台南货柜公园伫个7月26日正式开幕。台南市长黄伟哲、秘书长黄进成、经济发展局长郭阿美，也有一个民意代表两到场来参加。台南货柜公园是由住伫个台南成大毕业的侨生詹文山建筑师，经过着适当的时间所筹建，占地有640坪，由40个货柜组成。我们这个是主打以小朋友教育为主，设施为配套。那当然，小朋友来到第一时间会冲进来玩我们的亲子卡丁车。我们卡丁车是人力的，然后有专属的跑道，也会这个都是跟我们的教育理念符合，感觉统合整个配套在一起。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滑草坡小朋友可以跟家长一起享受这个冲下来的这个快感还有我们的树屋绳索的攀爬区，还有我们很大的一个溜滑梯跟那个沙池，小朋友都可以很喜欢。到场的黄伟哲市长表示，作为台南市第一个合法的货柜公园，台南货柜公园是以着教育做主题，真心打造属于亲子的教育平台。市政府非常乐见会当有一个这么好的场所设置在台南，伊邀请着全国各地的家长来到台南货柜公园体验，并且期望台南货柜公园未来会当和着各学校来做结合，成为亲子教育推广的领头羊。我们今天很高兴台南货柜公园的这个开幕。我们从现场看到，唯一让我想到相似的场景是这个钢铁，那个有机器人在打搏斗，叫钢铁什么？其实唯一让我想到的就是这些透过货柜屋可以带给孩子们的很多欢笑。那尤其这个货柜屋的一个巧思，就有点像我想到了，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它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结果透过这个货柜公园的这个开幕营运，我相信也期待有在暑假中以及未来会带给很多台南市民一个新的游憩景点，我们很热切的期待。谢谢。好，谢谢。OK。台南货柜公园是位于永光区的大同街，是以亲子和着大人休闲健身为主，游乐设施包括有外口的滑梯、沙池、树屋、绳网、滑草坡、卡丁自行车，含着室外乐高积木工地以及彩虹攀岩场。园区内底嘛设有货柜的主题餐厅。台南货柜公园。